局的上半由富邦悍将来进攻，这个球打在了右半边，要形成的平飞安打了，本应该是失迷的 Josh， 这个球打在了中线的位置哦，是一个平飞安打，而且处理球上面稍微的落了一下，转传到三垒这边来 take safe， 那打者也要上到二垒了。进行到这个时候的唯一值，这一球切的比较高一些，中外野手往前过来追，而让右外野手来接这个球的一个回传，要来看一下了，直接回传到本垒这里，没办法，往三垒这边来传 ，take 还是 save？ 哇，其实这一颗球陈文杰的一个传球，稍微是如果要这个吹毛求疵一下的话，就是稍微高的那么一点点了。对，虽然球是直打的一个情况哦，中间完全没有落地哦，但相对的飞行的时间也会花的比较长哦。嗯哼。结果变成了一个高飞牺牲打。再来看一下这个距离跟位置点，陈文杰的一个接球垫一步的一个传球，在二垒上的范国成哦，看到球一包起来也是就马上的启动。嗯哼。